全神魔最高回血队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红，今天要来实战异变树王当队长。双队长直接给400倍的回复力加成，这个回血到底有多恐怖呢？我们接着来实测，手消一族五颗星珠，直接回到9200万的回血量。接着单开树王的技能，固定版面转弯变成3亿的异步，回血量太夸张了吧，完全没有极限。接着回复加成的技能全开，整版二消，消完再加龙科，已经突破最高回复力的完全无法显示的21亿回血量。有人知道这到底是回了多少吗？想看到更多夸张的顶回影片吗？请按下订阅按钮看更多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